大家好，高时能提供醋酸定量手持式荧光检测仪，快速测量醋酸浓度，具有量测快速、操作简单、灵敏及准确等优点。醋酸化学式为 CH3COOH， 醋酸是无色有刺激性酸味的一体，纯醋酸在 16.6 度 C 以下能结合成冰状固体，又称冰醋酸。醋酸易溶于水及许多有机溶剂，醋酸具强烈腐蚀性，其水溶易呈弱酸性，能跟许多活泼金属、碱性氧化物及碱等反应生成醋酸盐。某些醋酸盐如醋酸锰及醋酸铝，可用作染色工业的酶染剂。工业上生产醋酸有两类方法，一类是以粮食或酒为原料，用发酵法酿醋，食用醋常用此法；另一类是用石油裂解器提取的乙烯或丁烷为原料，在一定条件下氧化成醋酸。醋酸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，用于生产醋酸纤维、喷漆溶剂、香料、染料、医药等。我们提供的醋酸检测是采用酶偶联反应，形成有色荧光产物，再使用荧光仪测量，荧光强度与醋酸浓度成正比，检验性能如下：灵敏且准确，使用少至10微升的样本。线性检测范围为 0.1 到1毫摩尔浓度，检测步骤如下：1. 先准备1毫摩尔浓度的醋酸标准品。2. 准备足够可检测完成试管的工作试剂量，接着在个别的微型玻璃管中，分别调配完成空白管、标准管以及样品管。3. 使用空白管及标准管来完成荧光仪的校准。4. 荧光仪快速测量样品的醋酸浓度，产品内容包含醋酸检定试剂盒，可检测约100次，试剂盒内容有缓冲液、酶 A、酶 B、ATP、显色剂、衍生剂以及标准液，请注意，避免接触或吸入，处理时应遵照实验室安全标准规程，包括佩戴防护镜、手套和防护服，试剂盒应采冷藏运输。缓冲液及其他试剂保存温度分别为4度 C 和负20度 C， 保质期为12个月。100只微型玻璃管，荧光仪配有一个5伏直流电源器，一条 USB 线，操作手册和光碟。我们高时能提供快速且简便的手持式醋酸荧光检测仪，可广泛应用于醋酸浓度量测方面，灵敏且准确。如有其他相关检测需求或客制化需求，欢迎联络我们，谢谢。